你以前很喜欢我这样牵着你散步。三殿下，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样不好吧？你不要这样。哎，主子生气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今日是民间五谷节，大家都聚在这里待面祈舞，寓意啊是向挖黄娘娘祈求五谷丰登。啊，那我们也去选一个吧。好看吗？这个更适合姑娘，她喜欢就随她。哎，多谢。 你也带一个吧，我，凑个热闹嘛。就依你。那我帮你带上。王，母后，儿臣对月儿一片痴心，今生非她不娶，请父皇成全。三殿下，三哥。 那也得看看浅月姐姐的意思啊，我瞧她似乎有话要说呢。我与月儿同心同德，不离不弃，她的心思我懂。儿臣只希望月儿能做儿臣的王妃，至死不渝。月丫头，你也有此意？回姑父，其实我与月儿青梅竹马，早有海誓山盟，今生更是至死不渝。这是我去月齐之前，月儿送我她亲手所制的帕子，上面绣着代表她心意的云朵。靠着它，我才能在月齐熬过那艰苦岁月，一心只想着建功早日归来，堂堂正正迎娶我的王妃。父皇，请您成全。这哪里像是云朵？我看这根本就是蘑菇。这绣工。 却像是浅月的绣工。嗯，不会不会，姑姑，要是我绣的，只会比这个更差。月儿，你我之间的种种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报，启禀皇上，一山粮草在一无故起火，半个大营都烧没了。半个大营？无缘无故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无缘无故啊？ 朕倒是觉得是有人包藏祸心，意图不轨。今天不是个好日子，赐婚之事择日再谈。父皇，林毅，你去查这件事。既然回到朕的身边了，也该为你的父皇分忧了。来日方长，只要你不怕等，就一定不会迟。好啊，儿臣领旨。 好险，要不是西山出了事，只怕我今天就这么被打包送出去了。主子这招围魏救赵，真是厉害。西山大营这两日操练的太狠，士兵们困乏，偶尔失误失火，也是有的。我开始还担心只是烧了一个小小的草堆，没多大动静。 没想到主子把一个小小的草堆烧出半个营都没有的气势。西山大营也有宫里的眼线啊。无论多大的事情，都会在第一时间禀报圣上。经过了太子一事，朝中如今也是草木皆兵紧张了些。所以今后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不留痕迹，明白吗？那是，跟在主子身边哪有笨手笨脚的？你还多嘴，都是你自作主张，该罚。我才立了大功，要不是你自己多嘴多舌，我怎么会如此沉不住气？要不是我辛辛苦苦打探到消息，难道主子你就忍心云郡主许配给三殿下？